柔中有给你什么建议吗？你好像跟柔中蛮好的。他就是很希望我们去红对啊，然后说学妹加油好吗？这样说，好像要来教导我，因为他现在学了蛮多技能的，然后就很期待可以分享给我。可是我们到了蓝队，他可能就不想要给我们这些资讯，他就讲得很直接这样。对啊，那时候就真的纯粹嘛，想说好玩，然后也是以前喜欢打乐乐棒，喜欢打乒乓球。然后就给他们练，然后因为我也不知道会剪进去，然后就素颜去练的。然后好像我被就是被敲玩笑。那听说剧组很担心你受伤。哦，对，因为就是也很想来参加，然后有跟剧组告假，然后剧组也是就是千叮咛万叮咛，然后就是希望时间都可以互相配合，然后就最重要的不要，他们就叫我不要比得太认真，然后想说我来比这。比赛那里叫我不要比太认真，就其实还蛮矛盾，但我觉得就真的是以不要受伤为前提，然后也快杀青了，所以我觉得杀青后就真的可以再拼全力那种感觉，就让自己慢慢进步。从焦虑再当全明星，有没有获得不一样粉丝的回应？然后好像还有个王品浩的参加。哦，对，我觉得蛮意外，其实好像大所有的观众他两边都有在看，所以。是，他们当然会担心说，那我是不是在剧中就消失了？但是也会在这边帮我加油打气。你好，佩佩，很高兴来这里。这不会很腻，你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所以我第一个大佬的脚正对我，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。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阿哥最怕的。你被他打，还有愤怒值在里面。